Hello，各位打天下战士们，大家好。那么，由于呢，我下周就要进行期中考试了，所以这周呢，下周呢，我都将会没有什么时间制作一些大影片啦。所以呢，今天呢，我将会在这个非常短的影片里面和你们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到底该不该早起床？那么，如果说有看我之前影片的战士们呢，都会知道说，我其实是在一个非常极端、非常惊人的时间起床了，凌晨3点钟我就起床了，所以说我10点钟就睡了，然后我3点就会起床。但是由于最近我开始直播了，所以我就和你们一起直播学习打天下，有时候到11点多才睡，所以11点加5个小时，我延迟到4点钟才起床了。Anyway。问题就是你们应不应该早起床？因为我看到我收到来自非常非常多的战士们的邮件，说咨询我一些关于他们早起过后得到一些心得或者得到一些困扰。OK，问题，你应不应该像我这样早起床？可能不需要像我这样早，或者说你应不应该4点5点就起床早起？我觉得这个问题完全得看你自己。OK，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回答到你，你必须得问你自己，你在一天之中的哪一段时间呢，你的大脑是最清醒的，在这一段时间呢，你的大脑能够转得最快的，你能够最冷静的思考了。OK，这个答案是因人而异的，真的。OK，比如说我，对我而言呢，我凌晨3点钟、4点钟这段时间是我大脑最清醒的时候，我在这一段时间我做东西呢效率是最高最高的。OK，所以说我才会那么早起身，然后之前跑，然后跑，到了6点多跑步之后回来吃早餐，再去上课开始我的一天。上课时间呢，这一段凌晨呢，4点钟到6点钟这段时间呢，就是属于我效率最高一段时间了。但是相对的，一到了晚上呢，10点钟以后，OK，或者说11点的时候，我的大脑就开始模糊不清了。我在看书的时候呢，就开始模糊了那个字，我开始思考不到我的题目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就直接选择了，一到了10点钟、11点，我就直接去睡了，反正效率不高，我就熬夜也没有意义，我就直接去睡。我凌晨3点、4点起身，那一段时间是我效率最高的。那么相对的，除了像我这样的人呢，还有另外一种人。我身边大多数的中国朋友们呢，他们都是这样的。他们到了晚上越晚，他们的大脑越清醒。比如说，他们10点多开始学习，一直到凌晨12点、1点，越往后推，他们的大脑越能够专注，越能够思考。到了凌晨1、2点的时候，全部人都睡了，然后剩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们说那一段时间是他们最能够冷静思考，他们会把最难解决的题目放在那一段时间来解的。所以说，你们看到两种不同的生活习惯，哪一个比较好？根本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了，只能够看哪一个属于你。OK，因为我其实都收到两种不同粉丝的意见，其中一种战士们呢，他们给我的回复是说，非常感谢你，景堂。自从看了你影片之后呢，我每一天都4点半起床了，甚至有一些更夸张，到3点多、3点半就起床了。然后他们说，他们发现了他们效率提高了很多，在上课之前呢，他们4点多就起床，开始预习，开始复习，他们整个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他们很感谢我。那么同样的，我也得到第二种回复，他们说：“景汤，我怎么才能够像你这样凌晨3点、4点起床，还能够保持高效率的呢？我发现我一天只睡5个小时，或者说我3点半起床的时候呢，早上我一上课，或者到了早上9点、10点的时候，我头就很疼了，然后我就很困，整个人打不起精神的。所以看了这两种战士们的例子，我相信你们应该也都知道了。第二个战士呢？”他只是选择了一个不适合他的战法。OK，你应该要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也就是我刚刚和你们提到的第二种方法。不一定要像所有人一样那么早起，找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方法。你可以学到凌晨1、2点，然后再来睡。你睡到7点、8点起身也没有问题的。OK，主要是那一个战法适合你，这个才重要。麻木的跟从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或者一个人他怎么来打仗，然后你就完全跟着他的方法来打呢，这个是所有企业家里面最忌惮的。所以以后别再问我怎么早起还可以保持那么精神了，你应该问你自己，你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好啦，所以这一期影片就来到这里了啦。我知道，我自从我开启我的 YouTube 频道以来，我从来没有录制过那么短的视频，我的视频一定是15分钟起跳的，因为。
OK， 我要期中考了，所以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制作那些大制作了。因为一期15分钟到20分钟的视频呢，我得花费一整天的时间来剪的，但是我现在没时间了。然后刚好呢，我今天又收到一位粉丝来向我诉苦，关于说他打不起精神的问题。因为如果说他4点起床的话，所以我就灵感一来，我就录制这一期视频里面和你们谈谈这个问题啦。好啦，所以基本上今天就这样了啦，请你们耐心的等待一下，我将会进行2个星期的期中考试。只要期中考试一完，我总共会有4期大杰作等着你们来看。一个呢，就是我如何保持那么高效率的奋斗的5大因素。我已经找出5点，为何我可以每天保持那么高效率的不停的打天下，而不会觉得累，不会觉得想让自己休息一下。我也非常有信心所有人都能够做到这5点，因为它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举动，只要你做了这个小小的改变，你的心灵上面就能够得到很大的改变，变得很激励。然后还有一期，就是我会像制作那一期 iPad Pro 和你们分享 iPad Pro 在我的学习过程起的作用的影片那样，去和你们分享这一个我使用的这个读书书架在我的学习过程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然后我已经找好厂商，也已经制作好了。那期影片后面我将会给你们一个淘宝链接去购买这样漂亮一个书架，纵横天下，然后一个锦堂。所以到时候我们所有锦堂生活空间战士们将能够使用同一款书架一起打天下了。所以请等待，只要期中考试一完，我将会把制作这一期视频放上去，你们就能够购买了。海外的马来西亚的人也是可以购买淘宝了，而且是很方便的，我在马来西亚也经常买。好了，废话不多说了啦，我也得赶紧学习了啦。这一期影片就到这里，我们期中考过后见，拜拜。